最后一天真的太热了，我出去外面跑了一天，就是送出奶茶，这份168的蟹黄面，来尝一下，先尝一口蟹黄。哇，我觉得我好奢侈啊！真的太香了。甜品准备的都是柠檬蜜瓜系列，洛洛家。拿破仑，
肚皮超级饱，这瓜真好甜。真的好好吃啊。这个颜色有点像马卡龙色。